大家好，我是目的地的老顽童周通达啊。今天到地里来走一走，来看看。我这个早期栽的这几个芒果树啊，这几棵啊，这个芒果树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跟这边这个不是一个品种啊，这个不一样。还有那棵，然后那个上边那边还有两棵啊，今年还是开花开的很多啊。另外这些呢啊，这个都是前年啊，前年这个种谷子的时候栽的，应该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啊。去年就有几棵结了一个两个的结果的，就有几棵结的，今年呢还是有几棵开花结果的啊。怎么说呢，这个大概跟品种有关系吧。有的长得很大了它也不结果，有的小小的就结果了，当然也有些我不知道是什么啊。你看这个应该是它的花啊，那这是一棵什么树我还不知道，所以说这个还要等一等，等它以后结出果子了我再看它是什么啊。但是就算它结出果子嘞，我也汉语叫什么，这个东西给它起个什么汉语怎么叫它我也不一定知道啊。你看这一棵就这里就开了这些花啊。这一棵也是啊，这里都开始长果了已经，花落了，果也出来了。这个花也落了。这是一棵啊，龙眼树啊，今年这个龙眼也没少结啊。这一棵呢目前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，上次我拍过一次了，这次看来它的果子已经开始长得已经比较大了啊。然后以后看，以后它果子长得成熟起来，我照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算是一棵中国画这个是什么树，这个果子的名字叫什么啊。泰国名字这个叫马菲啊，但是中国它怎么叫这个我还不知道。好，今天这个来地里了嘛，既然来到了就随便拍一拍。也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你这拍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，我没什么意思啊，说起来也真的是没什么意思，我也就随便拍了拍啊。如果你喜欢看就看一看啊。这棵香蕉比上次来更大一些了，但是这个香蕉长得不会长很大，它是另外一种品种的啊，它长不了太大啊。我这几盆竹子啊，这一共种了这三盆竹子啊，那已经发的这个已经长成了五棵了已经啊。那边那两个都是四棵，原来都是孤溜溜的一棵嘛，现在就发多了。我看
再过一两年吧，我地里种菜，打个瓜秧什么的，我就不用到外面去找了，直接砍这个竹子就可以打个瓜秧。你看这个瓜，现在应该看来会保住吧它，就怕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不要太干旱，应该会保住。这东西就这边，用云南的话就跟它叫洋瓜啊，以前我也一直以为这个我们汉语叫佛手，后来我在网上找了找这个佛手，那个佛手的果子跟它又不一样，但是这个很好啊，这个瓜这个尖呢也可以下下来煮汤，也可以炒着吃，特别是这边那个米干呢，掐这个尖烫一烫，装在米干里面一起吃，这也是个很好的材料，因为我家旁边那个小菜园那里啊，种了几棵。他爬到那个菠萝蜜的树上去了，很高，爬到上头去，然后我也不想去够它，不想去弄它，然后长到上面，长，下雨刮风它掉下来也看不见它自己发芽，所以说我就把它们拿过来的这边栽了一些啊。如果我在这边栽的这有些没有活啊，下雨然后它出苗出了以后又都干回缩回去了，但是也活了一些啊。等以后这些要如果都长起来的话，这个洋瓜我又吃不完了，太多了。这个东西因为它长得很长很大，也很发啊。今天我来到地里就不想走了，多玩一下，在这个地里多玩一玩，等晚一点再回去，因为。在这里毕竟不跟家里不一样，散散心啊，就是那棵树啊，那棵菠萝蜜啊，旁边那个还有那边那个，他们是我记得是一起栽的啊，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在家啊，我没在家，你看它的差距有多大啊，这个长得也特别多，但是。据我老婆说嘛，是这个跟那边那个这两个是比这个好吃啊，比这边这个好吃啊。但是今年这两棵挂果了，以前一直不长果子，我说这两个怎么回事啊，我说把它砍掉吧，怎么都不长果子。那去年呢我就把它剪了剪它的枝，剪了剪以后今年都发了，都长出来了啊，看吧，看到时候再品尝它的味道是不是比这个更好吃呢啊。这个就长那么大，如果我这些树啊，当然这些它的品种不一样，恐怕也长不了那么大吧。特别我这边这两排树啊，被它这个橡胶树遮的影响，长不起来啊。但是那边那几棵，因为我也奇怪，都是一起栽的，为什么这个树长那么快啊？这个是什么原因？还是说这种树本来它就是那样，它就是长那么快的？哎，我也说不清。这个香蕉也是一样。这个香蕉，因为这是一种小品种，它长不了太大。我想过不了太久就能吃了，这个香蕉过不了太久就可以吃了啊。你看那边那个也挺好玩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为了生产啊，种一种啊，有了收获就吃一吃，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啊。好吧啊，今天这棵我没少吃它的果子啊，因为以前我对这水果也不怎么那个呀，偶尔的尝一尝，我不怎么那个，但是这个长了丢了也可惜，拿回去啊，甚至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很好吃了，对身体特别的好啊，所以说我也就常常吃的。今年这个应该比往年的少一些，都被我剪掉了，把它的果子也梳掉，把它树枝也梳掉了好多，把它这个树往大里发一发。
哎呀，又拍了不短的时间了，好吧，啊，这一段就给大家拍在这里啊，以后我再来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啊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